姨娘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阿娜，回来了。我们回来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呦，可吓死姨娘了。咱们进屋吧，不说这了。进屋，进屋。燕燕。 左公子走正门，我去御殿那儿转了一圈，全都是烧焦的尸体。镇守山门和御殿的弟子都死了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。我听人说，山主和九云大人和那条老龙搏斗了一整天，最后仗势打赢了，可谁也没再见过山主了。那九云大人呢？你可挺住了啊！这九云大人让那条老龙的黑剑给捅穿了。 从背心直接捅过了命门，当场就死了。死了？啊，反正现在香雪山都是这么传的，我那些眼线们也没撒过谎。你呀，就别再对他愚忠了。等明天我把这杂役院料理妥当，你就跟我下山吧。啊，川儿，川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？ 出来，香雪山，谁不卯手卯脚的？不过经过本大人的调教，就一定会变得乖巧温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谈尊严，俗了。可是得到我的人得不到我的心。得到你的心干嘛？大让我要的就是你的人。谁能再查，亦能复查。查业需安分守己，不能忘却水的承载之恩。 伴你路崎岖，但却离世。小川儿啊，哪怕追天涯，你可真淘气。从一相遇一开始，提及的每个字，都是只守不离的样子。从今往后，你却总会姗姗来迟，飞舞着转瞬即逝。昙花一现。 于几世，留神开的字，绚烂了曾经化作诗。几百成年，天伦字，多像一生死。任由光阴白发丝。我知道。 他只是救过我几次。